间的话，哦，你可以试坐看看302一直到310。那比如说呢，它就是要我们做什么？输入14到100，1144这个 range，意思就是帮我怎么样？他说偶数回圈偶数连加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帮我把14一直加偶数的部分加到1144为止。全部加总的结果，帮我 print 出来，哎，所以哦，如果这样应该可以知道，所以第一个你要 input 两个东西，啊，比如说先用 a 等于 input 啊这个东西，但要转型啊，因为它是数字嘛，OK 哈，然后再 b 再丢给它，然后呢再偶数连加，哎，连加就是只要加偶数部分的，然后最后 print 出结果来，哎，应该。会吧，哈，OK，理论上不难哦，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写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大概这样的哈。比如说，我们就 demo 一下，先不要看好了，不然你们会被影响哦。也许用自己的方法去写了哦，然后输出之后的话，当然它这个 input 没有讯息提示是一个缺点，但你知道一下就 OK 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输入14，Enter 1144，Enter，结果就是 OK 了。哦，啊，其实程式如何写呢？也非常简单。如果你之前写过的 input 应该会吧，哈，所以转型为 int 有没有？OK 哈，因为输入进来我讲过，input 一定是一个文字，那输入14的话一定是14的这样子。那我要把它变成整数丢给它，是加 int 或加 evalue，eval 也可以。OK，两个方法哦，有没有？前面都有讲过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b 的部分。一样在输入，所以 A、B 放进去。哎，再来的话，我们要跑什么？跑 for 回圈。for 这个时候的话呢，for i，哎，我们 in range 的话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初始值就放什么呢？放 A 嘛，有没有？初始值是放 A。结束值的话呢，应该是说放什么？B 加一，对，哎，这个有啊，对不对？差一。如果你没有加一的话，它变成到1144就停了，它没有帮你执行，没有出现，所以就少一个1144，所以程式应该都会了哈。所以，哎，所以大家都啊，所以当然我们先多个 ns 的一个变数，为什么？因为回圈里面最后其实就这个之前我们用 sum 嘛，然后这里只是用 ns 哦，然后呢等于零再 for 回圈，for i in range a 有没有初始值嘛？有没有把初始值这个啊放到这边来？然后呢，结束值的话呢，就是要怎么样，把它再加一，因为到1145才停下来，但是不执行。OK，那如果偶数的话呢，哈，记得哦，step 有没有？最简单加个2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要偶数连加。OK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说今天它偶数部分的话，假设没有加这个变14、15也加进去了，16加、17也加了，但如果我今天要14，然后下一个的话要16的话。那你就是加一个 step，加一个二。啊，你想说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写啊？我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二呢？可以啊。啊，你要怎么自己下面做个逻辑？这个逻辑就是说呢，不是偶，应该是要偶数的才加。好啊，当然哪个简单？应该这个简单吧？OK。可是你最好也要会哦。如果是，应该什么？是偶数才加的话。那你应该怎么？if 是偶数，是偶数的话就是百分比二嘛，等于零的话，啊一个冒号，然后才有没有？才把它加进来，有没有？你就把它放后面，意思说是偶数才加哦，所以14加，15不加，16加，17不加，OK，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了哈，这个比较没有问题。如果说你那个用刚刚那个后面第二的话，对，你如果其实是奇数的话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对，当然，所以说这个的话比较没有问题。是，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范例啦，它没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个，就是对，所以考试的时候啦，我说考试哦，考试哈，这个 OK，刚刚也 OK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你最好写刚刚那个哦，你不要没事就卖弄哦。假如说啊，反正我要跟你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也是得分啊，这个也是得分嘛，啊，只是说是，偶数是二，那奇数不就一吗？不是，
你是说这边后面这个吗？这个是间隔多少？间隔？间隔是一奇数，没有啊，奇数的话变成说你应该15、17啊，它也是要2啊。可是初始值它变成说，它一定要是从15开始才会 OK 啊，不然它变成14开始就是14、16了啊，18变都偶数了哦，所以哦大概是这样了啊。这个大概我考试的话，你只要写这样啊，这个的话哦，你就是自己练习的时候做一下。那当然最好是都要会啦、哦、OK， 只是说我建议就是说，你没事也不要钻牛角尖，真的程式写简单越简单越好，没事就是我发现有些同学就是喜欢越写越复杂，没事写那么复杂，像我们是越习就是写追求的是越精简的写法越好 OK、哦、好，那这样最后结果就出现了、哦、所以这一题我想302、哦、应该也没有问题、啊、最好就是因为考试是没有给你参考，你不能举手问说老师我可以连到网络看吴老师的云端白板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不可以。那就照抄就行了。Ctrl C, Ctrl V 就好了。对，就可以交卷了。哎，那这样子啊？五分钟交卷。对，那当然不行啦哦，所以考试的时候网络是会断掉的啦。OK， 所以好，所以 OK，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。那再来其他的话，还有回圈倍数总和。如果你302做完了，反正就一直往下。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，啊，动作比较慢，你就基本的先把它做一下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先想想看。那记得啦，如果你要顺利通过考试啊，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，然后呢，自己把每一行很稳稳当当的写出来，你将来考试也会很顺利通过。哦，这个是我的心得啦，尽量就不要用照抄的，因为照抄的话考试没得照抄。哦 ,OK。